各位观众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教桃花、李花、樱花，跟梅花都是同一系列啊，都是零碎花。它的重点就是这个枝跟梅花、莲花的很苍劲有力，所以说在像《诗经》里面，我特别就讲到梅花是里面最重的一项。那并不是花重要，而是它的感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会了感，将来呢，你画什么东西，最后一个人有骨架子以后，哎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啊，又软啪啪的呢，最华丽衣服给你穿也不好看，啊，那这里呢有一系列的这种花，那也有观众讲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什么花什么样子呢？有几片呢？应该怎么样呢？啊，像梅花跟桃花有什么不同呢？梅花大致上我们会画五片，但也有复瓣梅花是多片的。比如说像腊梅，它就绝对很多片，它绝对要超过五片。那桃花呢，也是超过五片。所以你画，很多人在画桃花的时候也画成五片，那它就不对了。所以说你起码要超过它，你要到达六以上。就是代表它已经超过五了啊，那所以说我们画，腊梅，黄的腊梅，腊梅呢也是属于以后我们也会画到，它是属于开春以后了，快接近春天了，冬末了的时候画。那开春以后呢，就桃花开出来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呢，刚好我们现在录影师也是春天的季节，所以我想到我们画桃花来看，来怎么表现。那待会我也顺便呢，把我有一些我写生的一些，比如说有关这一类花的啊，这类桃花、樱花、李花的这些东西呢，我们会打出来一看啊。那从这边你一看呢，说哎，那你画画，那以为哎你怎么知道那么多？因为我几乎所有的花我都写生过啊，我都用铅笔是速写布上面啊，我很多一大本这种画。都写的，我将来陆续的跟各位讲啊，每件事情都必须有下功夫，所以你才敢理直气壮讲它什么样子，来实物对证。我们平常画画就第一个呢临摹，就像现在我们画画照稿叫临摹，第二阶段叫写生，把老师告诉你的东西跟大自然的配合，哦，这样画我就会肯定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它啊，来印证，印证完以后呢，还有很多姿态都进来你脑筋里面来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到第三阶段，就创作，就临摹、写生、创作。一个人你要成为名家，必须有创作出自己的风格，你把前古人的人吸收，然后出现一个你自己的风格出来，那你才会在绘画史上哎有点成就，能够留下一些特别的地方。如果你画东西又能领导别人，能承先启后。我前面人的东西我吸收了，我又跟带领后面跟到我。比如你看，不管齐白石、张大千这些每一个人，他们的作品都能够启发后面人，承先启后是最用得到的。如果今天我画得很好，很像我老师，跟我老师一模一样，没有用，因为你不是他，啊，所以必须要有一套东西能够启发后面的人，才重要的。所以我们陆续呢，我会谈。不光是技，我会谈一些这些创作理念过程，那使各位不要很单独的成为一个只会动笔的，你要充实我们其他的内涵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画桃花呢会多瓣啊的东西，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来表现啊。谢谢，来，好，现在我们来画，就先可以先画花，后画枝也可以。那先画枝，有时候预留一些空位给花，正面的花也可以。那我可以用这墨画，我也可以带点颜色。那有颜色我就先打点咖啡，咖啡打到笔肚里面去啊，咖啡打到笔肚里面去啊。然后集结头上蘸点墨下去哈，你墨。那一样，我们画刚讲画藤的时候。大的为七，要灰；三小，
为重啊，七分的灰，三分的黑，所以说我们画大的多半要淡，画小的呢多半会重啊。首先画七分的这个大坎啊，大坎，我们平常以前都是从顺手这边构图，像我们来从这边的构图看啊，这边构图都没关系。你看现在呢完全就是画当年梅花的这个感就出来了哈，这样先啊粗中细等出来啊，然后呢我要画比较细的，要比它重一点，比它重一点，还不到最重啊，比它重一点啊，来把它生长出来啊，来生长出来。这粗，但是枝啊，然后呢，吃进去，等于在画梅花了哈，这跟画梅花完全一模一样啊，完全一模一样。我们的这个杆要吃进去啊，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要吃进去，要吃进去啊，吃到里面去。啊，那么一枝比一枝细，它要比它细啊，不能后面比较大。等于是爷爷爸爸儿子，就儿子比爷爷还大，比爸爸年龄大，那就不对了啊。所以说他这叫一个伦理啊，自然界有一个叫吃走穿一二穿一二穿一二穿，你只要一穿它就有美感存在了啊，它就有美感存在了。比如像预留空间就准备怎样长花，那么在你们常常有人问到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要长花？一般来讲哈，长花的地方老干不会长花，枝看哪一种，有些枝到达第三了，它也会长花，那就更用老干。一般来讲的话是杆枝花枝，当花枝又会分，当也许到这它也会长花，就是说它已经前面有老。杆枝它已经到达花枝，花枝更有细枝的时候，这时候它会长，所以它前面可能有别的，基本上不会到很粗的杆不会长枝的啊。这个我们要理解这个植物的生态，我们叫施法自然啊。我们大自然呢、啊、都是我们最后画是以大自然作为我们的老师，所以叫施法自然啊，依据它来做啊。你看大原则，一二穿，一二穿，一二穿啊，你只要这个穿，那也有人问你到底哪儿点胎，很光溜溜的点胎不要多一下下去，回收啊，都是有回风收风。在里面的哈，回风收在里面啊。细要挺拔啊，很细，但是要挺拔，就中锋走笔要挺拔啊，太光溜溜的胎啊，点胎的时候一点呢就连续一下，叫占山聚五啊，有的啊不要平均的点下去啊。所以叫占山聚五，都要吃进去啊，回风啊，要不然的话它就太浮躁啊，浮躁很细，要挺，这样下去啊。好，我们架起来了，架完以后呢，这时候我们来画这个桃花。那桃花呢，跟梅花，桃花比较。粉红，所以说它比较特别。我们画梅花的时候呢，可以很黑，可以很重，它要厚重。但桃花呢，比较漂亮啊，形容桃花
就比较艳丽一点，所以说它比较浅，因此呢它是红加白粉，红色 加上白粉。好，我们这里不管蓝了，红啊，两类方法，笔头蘸白是一种方法，先蘸白粉再笔头蘸红也是个方法啊，可以笔头浅也可以笔头深啊，就两类啊方法。那么好，我现在打整个底面打上红了，挤掉，我肚子里面是红，挤掉，挤掉以后，如果现在直接蘸粉，它会颜色混的焦，所以说我们要使它呢先蘸水退水，蘸一下头上蘸点水退水，退，然后粉白色下去，前面粉后面呢是，你看它变这样什么情形出来了哈，一二三四五六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可以六以上，注意到它可以六以上，那么它很多包，它有很多，它会常常出现很多很多很多的那种蕊，包包的蕊长得蛮多的哈。退水，它是要在里面有粉，有粉的效果比较好看啊。这面一二三四五六，最起码你要到六，当你变五的时候就变梅花，它就变梅花了啊，它们两个不一样啊，所以说这个不一样啊。我们越是细枝头，我们的花反而越多啊，越比较多啊，它都是在梢头比较长花，梢头比较长花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最起码要比它多一点。还有桃花带尖，梅花带圆，桃花的头上比较尖，梅花头上圆，这是它的区别啊，它这是这是它的区别啊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是背啊。二三四五六，你六和七都可以，基本上你要超过五哈，你要超过五，我们画的时候呢，我们蘸粉先画的它反而比较淡，画画后呢就比较深，你看先前后画呢，它底肚子颜色就会出来了，那就反而还深了啊。那如果说今天我笔头重的时候，先画的重后画的浅啊，两个都不同的啊，你看啊，先画的反而重，因为我们要用粉来垫进去啊，让它产生层次产生层次美啊，产生层次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而且里面的瓣数呢不要都完全都一样大小，可以有大有小啊，这样才它才有变化美感出来啊。你看我比较水少一点后呢，它就会反而会重了啊，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你看它画起来有轻轻重重的这个各种这个感觉在里面啊，轻轻重重的感觉都有啊。这个边上呢比较整齐啊，你看它各种凹凹凸凸凹凹凸凸啊，就浓密
就是疏密浓淡参差啊，就是我们画画呢这个六，我就一直在强调哈，这六字真言就叫做疏密浓淡参差啊的在变化啊，这变化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这样出来啊，这样的变化。细枝细枝细枝，所以变得一二三细枝，两个集中一个分散，聚散啊、哦、你当初在构图组合的时候你就要讲到三高低高啊，注意到它的一个构图啊，像我是没有刻意想啊，就自然会形成这样子啊，那就是什么习惯了啊。那你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刚开始就是要有想法，你要有个想法在里面啊，他就会有规矩做啊，就比较容易。好，这就是完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把它点收回来，这时候用小笔啊，用个小笔，小一点细一点的笔，那么他的心呢，不要用墨，梅花可以用墨。他不要用墨，你用红色加点墨，红色加点墨，枣红，因为它比较艳，比较鲜艳一点。我们希望它比较热色啊，我们不要去走冷色系列。梅花呢是要庄重，所以说可以用墨，很重的墨下去都没有关系啊。那我们桃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红加墨啊，让它变成了那个枣红的这个还是属于热色系列啊，热色系列的方式来走啊。好，哎，好，完了以后，我们拖，注意到一二三拉，一二三拉，桃花跟梅花不同的地方，它下面这个茎呢。你看吃梅子的时候会有一个茎，所以它呢会有一个拉下来这个茎下来啊，比较长，哎，有时候会比较长的下来了，哎，会有一个拉出去，会有这个，你们看樱花啊或者什么东西，哎，它会有一个这个字出来，这是对啊，那我们把旁边呢点就中了啊，出来。把它拖加起来，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这拖你们最好是这个笔啊要很小，而且有锋啊，有尖，有很利的尖出来，在上面比较可以画。我这个也已经用了很久，所以有点秃了啊，我都想像我的头一样没毛了啊。啊，成一把扇子一样的出去，但每一朵下面这个托，注意到这个托啊，这面就是上一个圈，然后上讲了打八笔，然后再加两笔变十笔啊，这样出来。我今天呢，把他的心其实是有留住的啊，这个蕊心，我只画了那心，你看一个圈，八，然后完了，好，这是背后，他的会在这里出去，啊，这里这样抓到，好。你们，我这个小笔啊已经秃了啊，你们应该用更新的笔下去啊，会比较更那个，尤其初学啊会比较好掌控一点啊，比较有劲有力啊，而且呢，你们走笔不要像我那么快啊，你们走笔不要像我那么快，我们是为了赶时间快，你要画应该慢慢的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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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像这样子，哎，这样一下一下来啊。
我们画画里面没有快的哈、啊，没有啪啪啪啪快的。你不要看表演的时候看人家刷刷刷刷刷，那糊弄人的哈、啊，那糊弄人的。我讲过是最好的是中速、中等速度、中等速度走，无往不利。注意到哈、啊，画画如果都是刷刷刷快，那就不是修身养性啊、那个都是叫被人家教别人很轻狂啊，反正不对啊，那个。所以现在很多表演东西跟很多实质学习是有差距的哈，我们不要被世俗上面这些东西感染啊，它都是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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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的啊，非常的，它既然是修身养性，那当然就是非常的这个沉稳的啊，非常沉稳的一个态度。你看它的下面会有一个劲，会有一个。哎，一个劲拖会出去，这样出去。好，你看我留的心是干什么呢？这时候我另外点啊，因为画梅花不可以用那个叫黄白点啊，那个比较艳的方法啊，不能用。那我们今天是用桃花，它可以用那个黄白点啊，它比较艳。在点之前，我们可以先上一个花心啊，花心呢就是绿黄绿黄绿黄带绿，有时候哎比较艳的一种，你看黄绿啊，绿带黄，有时候我的绿呢不用了花心点，我用了石绿点，那么它你看它带绿，但是又不是非常黄，但有点绿，这是心出去啊，这你看，就这样黄，这样的绿点进去，它比较有这种，有一种春天的那种气息出来啊，春天气息出来，啊，就点了花心的部分，啊，啊，它黄绿的下去哈、啊，点击这个，注意到。点完以后，我们用小笔，来，因为越小笔越不浪费颜色，越不浪费颜色。那么就是，啊，完了以后，黄跟白，黄白不用加水，就是非常厚实的下去。啊，你看，这时候我们梅花不要用这个点，梅花点这太艳丽了，桃花呢就给它艳一点下去啊，让点这个，注意到，它这个下去以后就有那种春天春意盎然的一个感觉了哈，来，但这个呢。很多人把桃花拿来，梅花拿来的点不好啊，不要，我们要分一下，因为梅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厚重庄重的感觉啊，那个不一样啊。我们用梅花来形容人，就代表一个人的那种沉稳啊、自洁的一种感觉。那个，但如果弄这样的话，就比较花俏了啊，那走桃花运不行了。哎，你看，就这个点啊，你看这点出来是另外一个，你看光这个点下去，它会增加它的整个气氛。好，还有很特别的地方，那特别的地方是什么？当春天来的时候，它虽然开花了，开花以后正春天，它的叶子跟着它同时发，梅花。是深冬不长叶子啊，桃花、杏花、李花通通在开花的时候同时叶子也开始生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它有一个嫩叶会出来。既然是嫩叶，就不要用很重的颜色画，大家都是浅绿加红，它会嫩嫩的哈，就浅绿，然后呢加笔头加红啊，所以它绿中带红，去弥补它在它的
尤其梢头，你看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，你看小叶子，小叶的画法大多数不要粗笔反笔画啊，大多数用反笔，你看这样，用这样，用这样笔，这样笔触，大中小它才有变化啊，不要都一样大小出来，而且多半在梢头会出现这样的嫩叶啊，这是桃花的特色哦，它会夹在这个里面呢，有会有红带红芽的这个出来哈，一二三四啊，它让它冒出来，很自然，大中小，注意到哈，每次出来的时候要有大中小埋在里面啊，这样它才有味道。啊，它会尖在花瓣的尖尖的缝中间呢，会出现这样的嫩叶出来哈。你看，尤其在梢头，都会有叶出来啊，反手画啊。间隔在里面，它就有一种春意盎然的一个感觉了哈。你看，桃花的画法啊，桃的画法，特别的紧致一下啊，让它出现一个东西啊，来。春天的我们可以用别，我不画麻雀了，我们画一个春天比较喜气的鸟出来哈，因为我们现在要逐渐也要补一些东西进去，让你去回忆哈。你看这些片小叶子补一笔莲，小叶子补莲啊，那完了以后身体背翅膀啊，翅膀反过来翅膀啊，然后尾巴，因为花鸟哈，花有花没鸟很遗憾，所以但鸟呢比较难，但是我们也要给它不要怕它啊。好，完了以后在刚好在缺口这个地方呢，画一个缺口在前面一个小露白点，一个圆但有个缺口在前，代表光下来了后打在他的眼珠上面啊，它并不代表眼球哈，它代表眼珠下来，然后的周围呢用点点点点，这代表睫毛，然后一二三四五，这边完了，这眼睛，然后点拉回下到眼睛下面去啊，嘴，你看，再看啊，这里一样，眼点眼睛下面出去，对吧，这个闭这个就张哈，我们要变化，它一个张一个闭嘴，我们一个就张嘴，然后好，然后我们用红，它比较顺眼喜气嘛，我不用墨了，我用红加墨，红加墨啊，画它这个翅膀，一小翅一长翅，一二三，小翅长翅，一二三，比较长翅啊，画它的翅膀，这个翅膀也是一样，这边呢只有它翻过来以后，这个是个长的啊，这里呢是背比较黑的啊，反手下来画，一二三四啊，
第一个最上面就比较长，好，下来，好，这样完了。好，我们顺便怎么长脚，好，下面往前面加点咖啡，嗯，好，肚子注意到，回忆一下，它是个鸡蛋，大头在前，小头在后，所以不要拉长哈，收肚子，大头在前下去，收，收回去，挺胸，收肚子，挺胸收肚子，带二分之一出个脚，二分之一出个脚，注意这个哈，来，这里一样，一、二、三，回来了。胸到了，收肚子，不要出去了哈，不要出去了，收回来啊，很多都这里画起来的大了啊，大了大了，收大了啊，这个要熟练了啊，要常画到那个形呢，就在你脑筋里面就比较能够掌控，就比较能掌控。好，那这里呢，这个翅膀呢，这是外翅比较黑，内翅比较浅，内翅注意到，内翅啊，内翅呢，我们用浅的啊，浅的啊，比较浅的内翅来表达。一把扇子，你看，兄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把扇子打开，比较淡，这个凹在下面的翅啊，就内翅啊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呢，有几根毛，这个毛呢，哎，把笔打散，干了，干一点，啊，啊，注意到它这个它的走法啊，好，这里呢补笔，补回去，好，那下面呢就是。这个长脚啊，出去回收，一二三四点，一二三点，很肯定，非常肯定的啪，很有力量，就看爪，看到他脚的那种爪的感觉出来啊，感觉出来啊 ，OK。那么像这个这边的是可长可不长，它这样也可以了。如果要等等，你回一下，就代表它那边呢有点尖头出来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每个鸟不要白嘴哈，不要白的，都要染色。春天要喜气一点，我们就染一个红嘴。染嘴要小心，因为它怕阴出去，所以说染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不要太用力，不让染出去，这张画就全攻进去了啊。张嘴的呢，有时候给它一个小舌头啊。好，画鸟画完以后呢，我们要在两个地方用白粉啊，用白粉啊，白色颜料，这黄的不要。啊，白，很白，很白的地方，哪里呢？嘴下面，给它上点白粉，会使它这边有一撮那种柔柔的毛，会主要目的是让嘴和身体之间呢拉开，在这里有时候这里面内毛，有时候我们可以点一下，帮它一下，可以使它，这是白毛绒毛的地方，还有尾巴这边有点绒毛，所以说一二三，那这里呢，就在这里，你看这我加点白毛下去，然后散开，让它跟这个嘴拉开啊，拉开。然后这里点一下，
啊，这里拉一下，让它融，用粉特别注意到，千万不要有那叫老太婆涂胭脂啊，一块一块的那么很看到要散掉，一定要把它散掉。好，做完了以后，我们最后用红带点墨，我们把托就是叶片哈、啊，叶片，我们用红的帮助它勾下筋，帮它勾下筋。你们画的时候呢，不要那么快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录影呢，怕时间长了人家没有耐心看，所以说我们会比较速度快一点啊，速度快一点。那你们画画的时候，就慢慢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。嗯，我一直强调哈，中速无往不利，中等，唯有中等的速度。我们的心手合一的啊，我们的心手才会合一，快的话就心手就分开了，就分开了啊。当然我现在再补救一下，补救什么东西呢，就是说这里面呢，我的托应该还要重，像那么重 OK， 这么重 OK， 这里呢太轻了，所以说你一重的时候呢，这个它也会比较精神啊，有时候这个托在这边也会出现的比较精神一点啊，精神一点啊，它会因为这里的墨呢重，会使这个花跑出来啊，会比较精神一点啊，这个东西，所以说里面线呢是可以重一点的，托可以重一点的哈、啊，这个它就你看你比较以后，它会比较精神一点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些可以种的，它就会，你看它就精神就比较重一点。所以说，画画是一个轻重的笔啊，一种笔啊，色彩就是色阶的比例啊，像好，这就是讲桃花的画法，你要画出一种很。愉快的感觉才能画桃花的感觉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啊，谢谢大家。